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6分钟见证实录精华回顾。很多人一生的梦想就是要建造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屋。为家国，比起亚洲的都市生活，这个梦想似乎有更高的机会去实现。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新建房屋会面对的问题肯定比旧屋少，但是很多时候问题往往是等到入住之后才会一一浮现的。当面对原本是遮风挡雨的家，不幸变成了破损不堪的这个噩梦的时候，应该要由哪个来负责呢？在现今的制度之下，自己建造或者是购买新建的房屋的时候，有些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我们今天一起去探讨一下。住入新屋原本是一件开心的事，但是一不小心安乐窝可能成为一场祸。因为我们在下面整理 basement， 听到一个很大的震动的声音，好像地震一样，咚咚咚咚的大声音。投入一生积蓄的房屋，亦都可能变成投诉无门的烫手山芋。Structural engineer 那一天来的时候，他讲说，他叫我们说，你要告的话没有关系啊，我奉陪到底啊，四年才会解决。在建屋和装修盛行的大温地区，消费者要避免成为受害者，要有几多学问呢？你一定要永远都跟警察讲话，我来到不是追讨我的钱，你一咁讲咧，佢就话民事，我话你拜拜啦。迟一两个月或者是早一两个月是很平常的，如果是超过三个月呢，你就要看你问题出在哪里了。有人形容装修就是犹如打开潘多拉的盒子。So you really don't know what you're going to get into until you're into it. 一直到最后收屋的时候，看到哎，怎么那边都斜的，门也关得不好，那个时候发现已经是晚了一点了。咁但系咧，往往有啲苦主嚟我面咧，就话哦，我谂住冇嘢嘅，人哋介绍嘅，边会咁差啊？咁，他往往是工作不做的情况呢，是一种，就是说，他报价很低，用低价来报价，报价开了以后根本做不下去。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家，陈先生在工作30年之后，在2年多之前终于退休，挪出了积蓄，在本拿比北买了一栋表面很漂亮的新建房屋，决定在那里颐养天年。但是这一间在2017年4月交屋的房屋，从搬入去开始就没有令到他同埋伴侣 Linda 安心过。他这里也少了一个排水管，这里因为他没有做那个 retaining wall。然后水就一直流过来，那这里就整个变成沼泽，所以叔叔只好放上这一个 unfinished。照道理这应该 cover 起来，所以他做得很粗糙。不幸的是，上述的问题都只是冰山一角。真正令到陈先生和 Linda 头痛的是，地下室一处矮层空间 crawl space 有一日突然崩塌。因为我们在下面整理 basement， 听到一个很大的震动的声音。好像地震一样，咚咚咚咚的大声音。陈先生带记者去到房屋地下室崩塌的现场，可以见到原本他存放在 crawl space 的杂物全部都跌下来。我们看到的时候当然是很惊讶，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新房子有这种问题。他们看到这个空间，除了感到惊讶之外，也都相当惊险。因为你 crawl space， 你并没有强调说你人，只是强调不能站起来，他并没有强调你不能进去。那他当然会爬着进去放东西啊。那如果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他就人就受伤了。他们立即联络到建造这间屋的建筑商。他讲说这个 crawl space collapse 是非常 normal 的事情，我们有 email 作证啊。然后他说，这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意思。建筑商消极的态度令到陈先生和 Linda 相当心急，更加糟糕的是，事情发生之后，屋内的烟雾警报器总是莫名其妙地被启动，甚至在半夜警钟大响，令到他们非常烦扰。他们一直到处找原因，后来才发现原来这样也是倒塌的矮层空间 crawl space 所造成。因为你整个倒下去，它的尘灰啊，所以它的 exhaust 的 system， 它这个就排出出来，那有那个，它就会 infant 到那个 fire alarm。他们想起当初买屋的时候，所有新建房屋所带有的2、5、10年保险。保证公司一直说这个，他们会派 builder 来处理。
但是差不多三个月时间 build 都没有出现。温哥华建筑协会表示，陈先生所面临的情况的确应该是在20年新屋保险所涵盖的范围。2, 5, and 10 refers to 2 years for basic operating systems such as plumbing, electrical, heating, you know, this sort of thing. 5 years on the envelope or the skin of the house against water penetration and that sort of thing. And 10 years on major structural elements, that is to say, the foundation or beams or, you know, roof trusses, things that form the skeleton of the house. 但是他们对于250新屋保险公司的讲法，温哥华建筑商协会就并不感到意外。An unfortunate circumstance, but in some ways those people that she has, that you've referred to are correct. I mean, my first suggestion would be dealing with the city, looking for the inspection reports, seeing who the structural engineer was who had signed off on this work, or if in fact it was inspected or signed off. You know, there should be maybe another engineer engaged to look at the specifications and drawings for the home in the first place to see if it was, you know, properly designed. And then, you know, the remediation of the work is something that should be undertaken by the original contractor, but that's what the warranty is for. The warranty does not kick in until there is no other recourse. 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之下，陈先生决定聘请律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到处打电话找律师嘛，那有一个中国人的律师是姚大律师，他提到说叫我们去查这个房子的合法性啊，还有他的那个叫做 permit occupancy occupancy permit that kind of stuff， 所以我们就去查了。那我们查出来以后发现说有一些问题存在。陈先生身边的亲友听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第一个反应是，当初验屋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矮层空间 crawl space 有问题呢？这一问亦都令到陈先生回想起当初买屋的时候，由于市场炽热，根本就没有将验屋纳入购买条件之内。 CTO 已经 inspect 了，而且如果说你有问题，那个 WBI 它可以保证帮你修理，因为这个说你所说的 2-5-10， 所以他说，而且 builder 他不愿意，其实 builder 他不愿意 inspect， 但是就是说，我们也跟那个 realtor 那个 association 讲，他说现在的法律用嘴巴讲的都没有效，只有要单子写着才有效。建筑商协会就认为，无论是否是新建房屋，验屋都是保护消费者重要的一环。验屋和建屋的时候，市府当时的建屋检查不能够混为一谈。The city, what they do is they review the drawings to make sure that they meet the appropriate criteria of the building code. In some cases, they rely upon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engineers or the people who have accepted that responsibility. 陈先生同 Linda 同本拿比市府联络，希望能够进一步厘清责任同埋倒塌嘅原因。那我们问 CD 后，因为我们也问 CD 后到底 crawl space 要怎么做的？那他的 inspector Paul 就解释给我们听，他还画一张草图。那我们在我们下面都没有看到任何的沙。他说里面应该有多高的沙，也没有。然后下面应该照道理要有通风设备什么，还有 insulation， 通通都没有。就同建筑商协会所俾嘅资讯一样，市府表示当初系依照结构工程师所缴交嘅图纸嚟到审核工程，而最后陈先生同 Linda 遇到咁样嘅问题，咁好明显就系房屋并冇跟图纸所建造。依照咁样嘅讲法，佢哋揾到当初呢一栋房屋所负责嘅结构工程师。Structural engineer 那一天来的时候，他讲说。他叫我们说，你要告的话没有关系啊，我奉陪到底啊，4年才会解决。同时，两个人亦都得知，目前倒塌嘅矮层空间 crawl space 如果要进行维修，将需要注入大量嘅沙。而进行呢一个工程，除咗房屋嘅外墙结构同后院都会遭到破损。他们在做的时候，那这栋房子就没有。一层层的抽丝剥茧，两个人从建筑一无所知到开始对房屋结构有基本的概念。他们表示过程相当辛苦，身心疲累，亦都是相当昂贵的一课。刚开始都没有办法睡觉啊，
因为很烦恼啊。真的哦。嗯，然后受到很大的压力啊。从事发至到我哋摄影采访已经系半年，陈先生嘅屋企嘅 crawl space 依然系呈现倒塌嘅状态。走的时候还威胁我们，你来告我啊！由于建筑商嘅工程品质同埋态度，陈先生同 Linda 唔愿意由同一个建筑商嚟为佢哋进行维修工程，因此目前正系诉诸法律途径，希望能够得到现金赔偿。温哥华建筑协会就表示，建筑商嘅声誉系消费者嘅重要指标。The whole idea of working with contractors, you know, for instance, that are part of our organization, is that you want to deal with professionals. You want to deal with people who have good reputations that you can get references on, and who have been, you know, in our case, vetted by checking references with other people to ensure that you're dealing with competent and professional people.无论陈先生和 Linda 是否能够得到赔偿，他们需要面对的相信都是要找师傅来重新修葺倒塌的空间。除此之外，很多居住在本国的民众在房屋装修方面其实都会遇到各种的问题。在下一节回来，我们就会一起去了解一下装修方面可能会面临的状况。在本国有很多建筑师傅，除了帮人起屋之外，平时都会接一些装修工程的。装修房屋和建造房屋一样，无论是工程规模的大小，从大范围的全屋翻新到小地方的修葺，都有一定的规范。近几年来，大温地区就经常传出有装修纠纷，最常见的就是工程的施工延误等等了。有很多人可能就会想知道，到底在聘请师傅的时候有些什么可以做才能够保护到自己的权益，兼顾施工品质呢？去哪里找专业而且有执照的装修工人呢？我们一起去继续看看。很多打算进行装修的屋主，无论是细致换新地板或者是厨房，大致全屋翻新，都要寻找施工的师傅，不外乎从亲友介绍或者是网上社交媒体寻找资料。但在网络上，很多时更多看到的却是本地移民所分享各种胆战心惊的装修经验。本地律师李日就曾经多次接到装修纠纷的案件。我们广东话叫劈炮，即是不埋尾了，拜拜，乜嘢都唔讲咧，就消失咗。咁你间屋唔系好用得噶嘛？譬如你窗门又未整完晒，地毡又一碌响度未铺，点点点，咁你冇得住噶。俗称烂尾嘅情况系好多本地进行装修嘅屋主曾经经历过噶。李律师表示，呢啲工程进行到一半就消失嘅装修师傅，无论最后有冇翻嚟完工，都会造成屋主好大嘅困扰，甚至金钱上嘅损失。因为工程已经系受到拖延。如果对方唔完工，佢唔翻嚟，佢忽然间有一日执咗佢啲嘢，佢啲工具攞走晒，但系咧件嘢肯定仲有三成或者四成咧系未做完嘅，或者有两成未做完嘅。咁屋主咧就面對咗個好大嘅疑問啦，我揾唔揾第二個裝修人去做咗佢？加拿大華人建築裝修協會創會會長蔣浩表示，呢個情況嘅發生經常係因為師傅嘅經驗不足，冇辦法提供準確報價有關。他往往是工作不做的情況呢，是一種，就是說他報價很低，用低價來報價，報價開了以後根本做不下去。有的时候客人说他没做过，其实他客人做了，他已经做了，做了接近于他收到的钱的时候逃走了，或者不做了，因为他觉得根本没法完成，他只有 give up。但系亦都有唔少嘅情况系因为地产市场炽热，师傅同时接落好多嘅工程而分身乏术，导致工程冇办法如期完成。有多年装修以及起屋经验的蒋浩就曾经接手类似情况下未完成的工程。他表示，如果屋主遇到师傅拖延工程或者是离开的情况，往往就只能够自认倒霉。这个公司他没有一个场地的，你也找不到他的，你不能说我到你家里去告你，因为在法律来说，你到家里骚扰他的话，他叫警察给你一个限制令，不能到50米以内或者100米以内出现。
你唯一的渠道的话，小额法庭。小额法庭的话，通常要经过漫长时间去耗的。李日律师表示，如果遇到咁样嘅情况，可以先了解一下系咪有其他嘅受害者，咁以厘清案件嘅性质。如果师傅为有意拖延或者系全心唔履行工作，案件将可能从原本嘅民事纠纷变成咗刑事案件。呢个系有商业行骗嘅成分，一开始就系噶啦。因为举一个例，如果呢一个 builder 你有咁嘅记录咧，你有17个人同你企埋一齐。原來咧，佢專係周圍去簽呢啲咁嘅裝修協議咧，然後咧就所謂叫做唔埋尾劈炮嘅嗱，咁而呢個咧仲係13個月內簽咗27單係咁嘅，咁你就可以話佢簽第一單已經簽嗰日佢已經係完全冇意思去做完呢單嘢嘅，第二單又係，第三單又係，第四單。李日律師指，一般嘅裝修出現問題報警嘅話，警方會視為商業糾紛，係唔會介入噶。但是如果有多位受害者，案件就可能涉及有预谋的商业行骗。温哥华建筑商协会就表示，要避免陷入这样的困境，要找有信誉的师傅就显得相当重要了。但是根据目前卑斯省的法律，除了水电工、煤气安装以及冷暖气安装是需要牌照以外，一般的装修师傅是不需要牌照就可以执业的。亦即系话，一般常见嘅换屋顶、装修地板或者瓷砖等师傅，任何人都可以进行。温哥华建筑商协会就建议民众从有注册嘅公司之中寻找工人。They have to have business licenses within the jurisdictions that they operate in. So if they're working in Coquitlam, they need a Coquitlam business license. If they're working in Vancouver, they need a Vancouver business license. And each jurisdiction would ask for different milestones or different certifications to support those licenses. 即使有好多装修以及建屋师傅系唔需要牌照，温哥华前几年房地产市道炽热嘅时候，有相关技能嘅人依然系相当缺乏。Right now, I'd say it's probably not too bad, but it has been an issue in the past. This has been an area that has seen a tremendous amount of activity in terms of the residential construction sector.There has been tremendous demand, and that, of course, is often sometimes hard to meet when you have a limited number of trade resources. 協會建議從協會每年發行嘅目錄名單之中尋找所需要嘅工人。咁通常身為協會嘅會員會相對願意照標準行事。Trying to meet a code of ethics that we have established for our membership, and by and large they respect that.And if the complaint is registered for a consumer, we have processes in there to hear what they have to say and try and intervene to get the story from both sides. And then we try to encourage members to work with the homeowners to arrive at a solution. So, by no means are we the means or the court, let's say, to be able to resolve issues that are contractual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一个专业的工程师、验屋师，一个专业的那个建筑师的话，他有后面有牌照的一个部门的，包括 builder。他假如不好的话，你去投诉他，他会受他的执照会受到影响。第三个要参加相关的行业协会。假如说这个人在某个行业协会里面有一席之地的话，他假如做不好的话，就等于是说行业协会是你的投诉的个渠道。温哥华建筑商协会表示，住宅装修工程常见的纠纷来自于认知上的落差。此外，装修本来就是一个有很多变数性质的工程，花费应该是工程在进行的同时一边同屋主协商来做删减或者变动。Well, renovation is a bit of a different story because you really don't know what you're going to get into until you're into it. So often what happens is that one makes an assumption of what the condition is of the existing home that you're going to be renovating, and you're hoping to be able to improve on that. And then as you get into it, you find that there are actually problems with the existing structur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kind of structural elements that have been compromised by, either insects or moisture or, any number of different issues that could be adversely affecting it. And then, of course, that has to be fixed before you can actually put improvements on it.
我们的责任就是跟屋主说，在购买这个事情发生以前得到他的同意，在他的同意之下超过预算。蒋浩认为列有各种细项的清楚报价单取代华人装修常见的一口价，是保障双方利益最好的方法。我跟你谈的是五个，你也同意是五个，现在变四个，我给你 credit back。假如是六个，我就增加你钱。李日律师就表示，无论工程大小，白纸黑字有完整的一份商业协议是相当重要的，不要因为工程小，希望能够便宜收费就跳过了这个步骤。跟他装修间屋的人呢也都说，哦，我们口头大家有一个协议得啦，这个是很危险的。有时候我又见到有些 case， 我client来我那里呢，他只是给一个全中文的协议。咁全中文咧，好多時因為冇嗰個口頭嘅交談做支持咧，好難明白佢寫住嗰啲中文字咧，係英文嘅法律制度之下點樣去理解佢咧？咁呢個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咁而合約當中重要嘅條款，除咗列明施工項目、工期同預算花費之外，保險、安全事故責任歸屬、工程各階段驗收、延期、解除合約的條件等，亦都應該要列明。The owner and the contractors to ensure that the things that they are looking for are directly addressed in contracts, written contracts that make it clear to both parties what the expectation should be. So if that's the case, then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ice or cost overrunsThat are related to BBB 咧，其實一個好好嘅，應該基本上每同一個人簽約咧，你都應該查查佢嘅記錄。咁但係咧，往往有啲苦主嚟我面咧就話：哦，我諗住冇嘢嘅，人哋介紹嘅，邊會咁差啊？咁但係你呢啲基本嘅小心咧，係應該做嘅。蒋浩表示，好多工程太多细项，承包商或者系工程人员并不是刻意冇做到原本所讨论的要求，而是唔记得咗。咁呢个时候有记录就是相当重要了。他们有很有建筑 的经验。走入去呢一个位于温哥华的建筑工地，咁负责呢一个项目的是在本地建筑行业有20多年经验，曾经担任大温哥华建筑商协会理事的 Tony Liu。他表示，無論是建屋定是裝修工程，很多時候屋主對於自己不熟悉的部分會較為疏忽，而是花更多的心思在看到的地方。一直到最後收屋的時候，看到，欸，怎麼那邊都斜的，門也關得不好，那個時候發現已經是晚了一點了。他建議，如果項目沒有一個總負責人，很多時候屋主其實可以花一些時間參與了解工程進度，如果發現有不如預期的地方，就可以立即要求修正。好，所以你做 framing 啊，你找好的師傅來做，每個東西都很直， corner 都是直角，所以你将来做 drywall 啊，做地啊，你做地砖的时候不会有问题。如果你的墙不直的话，那你将来你做地砖是有限的嘛，你不直的话，这边稍微差了一点的话，你马上就看得出来了。他建议要避免工程纠纷，咁喺进行建屋或者系大型嘅装修工程嘅时候，亦都可以聘请第三方进行监管，去保障自己嘅权益。那我总要有人帮我看，我也不懂，所以呢，他们就会请。建筑师 architect 来做这个监工的事，然后呢，每一次大包来请款的时候呢，就经建筑师审核之后，跟屋主说 OK， 你可以给了，或者说你这个可以给，你这个要扣。不要因为你觉得要省点税啊，去用现金交易啊，收条不打，我认识生意，我觉得我们以前吃过些亏，我们现在慢慢都克服了这些东西，就是说所有东西。全部放到台面上去。好了，今集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如果观众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的话，是很欢迎大家以电邮的方式跟我们联络的。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mag26@fairchildtv.com。如果观众想重温今集的节目，也可以上到去我们的网站www.fairchildtv.com， 点击节目重温一栏就可以看得回了。好了，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跟大家见面，晚安。